骗子也上面的保护罩给拆掉。现在把喷嘴拆下来，然后就做一个超声波，然后把它放好。然后这面呢，有两个螺丝，然后我们轻轻的给它松掉。另一个丝的喷子应该都一样的吧？一样的，都是这种两个螺丝，两个喷子，两个螺丝一锁。对。注意这个O型圈啊，这个O型圈千万不要掉了。我这有个O型圈，然后喷子的话，先生，我在这儿，把它洗一下。像这个接口的地方，这个应该找个东西刮一下。我看里边那墨渣子都囤积在那，刮一下，然后一会儿往外喷一下，在这里面。要不用这个刷子，硬毛硬的。不用。这样，过这样，别动啊，别碰上了。下边回收了，别让它回收。冲不掉，我跟你说，要拿东西蹭一下。哇，可以了吗？要喷它吗？不喷。掉了吧？啊？保温圈，把温圈弄出来应该就干净了。这机器耗材的话，应该两三千一瓶吧，差不多吧。不知道。谢谢。那差不多。渣子用来洗一下。应该好多了，回去了，应该好像没了啊。对，里边也有渣子，只能说这个地方的话，那冲不掉。对呀、啊，那里边除非换管子。对，里边只能说冲掉多少算多少了。放在超声波里敲一下，
是超喷自己的法宝超声波，弄点清洗液，然后的话完不摩擦它不会掉的，对，冲的话冲掉的，可以拆掉的，别拆了，别拆了，拆了的话到时候拧不上怎么办？换点抹布，你要换喷水片。好，刚刚超过它就行了。好，那我干上了。它有电。那边有电。行了，反正没零砸了吧？啊，可以。Pepper。下面那个梅林要不然要先拔了吧，我不好弄，那个可以推走吗？这个是吧？ 对对对，okay。要加热吗？嗯，加热把它就融化。超铁的东西可以加热，塑料的东西不要加热。橡胶的那种一加热就不行了。如果配件上面像电磁阀，或者是泵，或者是这种喷嘴的话，只要没有橡胶的话，应该没有橡胶也可以加热。没有温泉没什么之类的，对，没有温泉也可以加热，都可以超。那有欧银圈的话，一超的话就变形了，要把欧银圈要拆掉才超，要不然的话，可能欧银圈就老化了，就超老化了。